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前面就不听了吧。什么都行。好，等一下给你唱。从前，有个老和尚，总是被贼光顾。他终于忍了。有一天，贼又来了，他就对贼说。请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。你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那贼听了高兴极了，就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去。谁知老和尚一把揪住他的手，捆在柱子上，然后用棍子痛打他，一边打他一边喊：皈依佛，皈依僧。那贼痛极了，无奈地跟着喊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这个便是佛经里著名的三皈依的故事。你那是三皈依，我这却有四皈依，要不要听啊？何为四皈依？学生过来。分诺也齐扬，窗台上轻叩着两三声。再次嘲笑，和着他悄然而至的清唱，般若经已入坟，书上他将佛偈已深深，尘与无名环游世界。徒儿同往常一样，与他说了佛理，他便回去了。哎，去诵经吧。是。阿弥陀佛。皈依佛。皈依法。皈依僧。感谢三哥的丘比特，谢谢。谢谢三哥。说，皈依秀姑娘。第四个皈依后，沉默让树下的人感伤，他竟挖出掌心的光。归依那一段过往。
有鬼啊。